他跟林俊杰的脸靠得好近好近，然后等到琳达上场的时候，林俊杰看起来真的就亲下去了。登上小巨蛋开唱，接着林俊杰除了秀自己的热门单曲，更挑战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舞步。边唱边跳，脸不红气不喘。不过接下来这一幕，台下观众看得脸可红的嘞。特别嘉宾萧亚轩衣着性感，躺卧在白色钢琴上，两人对唱拥抱依偎，现场尖叫声连连，但这个尺度马上被比下去。Ending pose 火辣辣，亲吻落在胸口， Linda 林俊杰两人神情完全投入，台下歌迷早就叫到扫兴。演唱会上吻不够，庆功宴硬要求 JJ 跟 Linda 再吻一次。一定会有自己可以进步的空间，所以我给自己打99分。那一分是差在哪里？那一分哦，差在亲下去之后没有回亲，没有垃圾。已经在世界9个城市巡回，最后一站回到台湾，连续2天，林俊杰用截然不同的阵容组合，吸引超过1万名歌迷捧场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